妖气冲天。几位想吃点什么呀？吃妖肉，炖妖心，剥妖皮。客官这是说笑了，本店可没您想要的这些菜品，不如我给你们介绍几个招牌菜。快点吃饭啊！死到临头还敢嘴硬，快吃！来，顶龙虾。原来是个花妖啊！贱货，今晚我就打到你魂飞魄散！上我们家老大，我跟你拼了！就凭你们！还是你牛，躲都不躲，厉害！妖怪我杀过很多，花妖还是第一次见。你身上的花蜜甜不甜？有本事就杀了我！等我吸干了你的花蜜，我就成全你。谁？说，你的同伙在哪里？谁呀？谁？谁呀？猴哥，我觉得扔筷子没有问题，但是为什么要扔我的那只呢？神经！我什么时候扔过？吃菜吧你！原来是你们！不是，我们是来吃顶龙虾。我看着你就好了，啊，没事就好了。我跟他很熟的，他平常都是这样子的。你们到底是什么妖？和齐天大圣啊，小人知罪了，知罪了，神仙饶命啊，神仙饶命啊，饶命啊，哎呀，神仙饶命，神仙饶命，神仙饶命。悟空，放他们三个一条生路吧，让他们回去好好做人。哎，你看人家小曼姑娘对我们这么好，管吃管住的，
人家当我们是神佛一样供着，你居然掐人家脖子，你差点要人家命啊！怎么说也说不过去的吗？你这个猴脾气真的要改一改。佛语都有说嘛，对万物要有慈悲之心，才可以步步生莲呢。你哼什么哼啊？啊！现在我有说错你吗？啊！你就这样猴脾气的了？啊！错了不承认，去！啊！刚好这里有瓶药，听说对外伤很好的，拿过去吧。嗯，我们还住在人家的地方呢。哎，去哪儿啊？拉屎啊！拉屎！拉屎！你拿我的药干嘛？我的药不通便的。去！去！你想干嘛？我想干嘛？我问你，你想干嘛？走错门。哎，怎么样了？哇！哇！辛苦了。嗯，好，早点睡啊。啊，好，嗯，啊。看来药应该是给了。搭把手啊，兄弟！搭你妹！谁是你兄弟啊？出不来就在里面说。小心点，兄弟，去向何方？归往何处啊？贫道愿意给你指条死路。少给我装神弄鬼呀！告诉我那个吃人的河妖在哪里？你要找河妖啊？那不是想找死吗？我只给不想死的人指死路。给想死的人指死路，那不是便宜你了？你又不给我指路钱儿。哎，你是想死吧？我在这儿呢。我这法宝厉害呀，出手吧，小姑娘。灵婆让贫道助你取这猴子的食心，现在该你出手了吧？下不了手啊，要不我来帮你？我怕我太兴奋了，我会把它剁碎。用不着你，我自己来。对不起了，大圣。为了万花谷，为了大家。哎，心在左边。我当然知道，用不着你提醒我。
为了万花国，为了大家。哎呀妈呀，真墨迹。这太硬了吧，我尽力了。兄弟，你在逗我吗？看到我手都痒了。让你走，你干嘛不走啊？走啊！啊！大圣，去向何方，归往何地呀？贫道愿意免费为你指一条路。是不是要我再问你一次啊？你说的这何瑶啊，都已经很久没出现了。他性格内向，很少与人见面，只有每年流沙河祭杀神的时候出来捞点吃的。听说大圣是来找唐僧的，这流沙河妖一共吃了九个取经人，我怕你的师父早就被他给吃了。什么呀，去死。哎呦这家伙什么时候出来呀？哎，小曼姑娘，你是不是很紧张啊？我不紧张。不紧张的干嘛一直抓我，抓得那么痛啊？哇，如果你害怕就先回去，别在这里碍手碍脚的。别怕，有我呢。船动了。看来鱼要上钩了。光头的和尚啊！老子在流沙河吃了九个和尚了，你说说看，哪一个是你师父啊？什么？耶！猴哥！呀！呀！
滚远点！今天怎么这么安静啊？大神快跑！大神快跑！大神！大神快跑！大神，你们快跑啊！你们这是干什么？我就知道你下不了手。回去，是家长，快让大家走啊！老大，为了万华国，为了我们能够活下去，我们也是迫不得已啊，老大。哎，别闹了吧！吃你们的妖怪，我们早就已经给收了，赶紧回去做饭吧，饿了。哎，站住！你想干什么？猪哥哥，对不起，要是拿不到大圣的石心，我们都会死的。你已经有了我的心，你还想要那个猴子的心？你怎么这么贪心呢？过来！大圣，都是大家一时糊涂，你就放过大家吧，放过大。都是拜你所赐。从前你临时坠落，毁了我们万华国，你的出现是我们万华国灭亡的征兆。只有拿到你的石心，我们才可以保住性命，这是你欠我们的。人家当我们是神佛一样供着，你差点要人家命啊。为了万华国，为了我们能够活下去，要是拿不到大圣的石心，我们都会死的。这都是拜你所赐。大圣，你就放过大家吧。大人，放过我们，这是你欠我们的。终于上当了。
猴哥，猴哥，猴哥！我不是说你们，你们继续。离他们这么近是很危险的，快放为师下来。还不快去帮忙，快去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快去！不好！二师兄，师父让我来帮你。这小花妖生自灵石，如今又回到了你的身体，缘起缘灭，一切自有安排。妖怪们不明白，以为得到石心便可以无敌，其实真正的无敌是大爱之心。悟空，你明白了吗？悟空，看来你明白了。齐天大圣，孙悟空。大圣。齐天，大圣。猴哥回来了。耶，你们两个，给我看好师父，快点去。好。师父，居然没死。
这边。